人呢？我车还在不在呀？车得左下角。这他妈咋办呢？这圈进不去了，这圈。我只能去那个车那儿了，行吗？98K 我不怕他。干啥呀？只见一个拉车锁头，呸，秒头，拿下单人400竞技模式，是五杀至今。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我们是冠军，直接拉到车，这波必须要拉到车。而且他刚才跟我对枪的时候，他中了我两枪，知道吧？我们是冠军，小六走一波呀，帅呀！刚才有人问主播买号卖号怎么办啊，兄弟，你买号卖号的话，加屏幕上面微信，咱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然后呢，你们现在加微信还有免费的福利相送啊！加微信之后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的领取福利啊，有可能是加入去，有可能是皮肤，去领吧，兄弟们，我们是冠军。自己好歹兄弟觉得更新之后这些人变猛了还变菜了，变菜了吧？哎呀不呀，就那样，也没枪没菜，没变了。我操！你看这些人多不多？呵呵呵呵。车库。会玩啊，都是他会玩的。拉我他妈架了来！我又拍到他了。
楼梯还有人呢，好他妈狠嘞！大残。 怎么阴起来了？我干的！ 一楼有一个，这四个房子里边呢，不知道哪个房子。 恶心呐，这喷子！没人。 哎呦！这他妈会玩啊！这逼有柏林裤，你爬上去了，真敢爬呀你！ 妈了呀！我现在你会揍着呢。他扔白白的我正好，会玩呢，马会，都是高手啊，兄弟们。要。妈，我看上他衣服了，你知道吧？熊猫体，能正常人？ 不应该周六撞车几率小吗？今天怎么还多起来了？老多这种算是啥意思？还好现在有扛人这玩意儿的，要不你刚才必死无疑。 死完了，这是，差不多了，大家可以走了，车没了。
走啊！看好多东西吃这里，我操！老多老硬币了，别看了，走吧。 那个下午这不炼狱难度吗？打个屁！是有点难哦。晚上简单，晚上。走，直接这个车，酒吧可以不要，没有狙，没有背劲，知道吧？先拿个地边先防防身吧。 干你了！两个，别对了，干倒了。两个吗？我就看他一个。五人了，应该。有人的，弄他。这怎么有9个破的跑车呀？ 看着了，空堡雷地防啊！炸他了，炸他了，烟儿里呢。我也不敢抽啊！那石头，我操！快快快快，中到那个石头！再换一个团，我操！ 妈的，这几个几把玩意儿，有一把，一把，<笑>给我们论少，兄弟们，那枪声，死了，进点全死。补的还是杀的？进点全死。那车呢？看到了。他妈吓人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我操，这队他妈叙利亚的啊！四个，四个，兄弟！没事，照杀，照杀，别怕。牛逼！还有一个，我头上，我头上，170，我瞄的方向，速速速，烟。 哎呀，<笑>这队太虚了啊，兄弟们，太他妈狠了，直接拿下一穿四，副队长直接躺我，就直接没了呀，哥们儿。我被你右杆那个打死。OK， 还得是队长啊。 又要来了！我还去那个位置，我还在这儿。三个，这是的。
我打不死啊！我操，你的连狙哪来的？你的连狙的，在打呀！把这个打了，他们就。 废了。 感谢贾斯汀的两架飞机，谢谢贾斯汀，谢谢我贾斯汀兄弟的双飞呀、啊，谢谢，大谢。 都把狙干了，有机会干掉他一个。 走了，随便填点子弹，撤退。我冲防狙得了，还是拿喷子吧。OK。 那他们那个黄金跑车能开吗？ OK OK， 走走走，这不能，这不有好车吗？这，他这个跑，哎呦，三阶段了，我靠，合上就没了。谢谢贾斯汀啊，谢谢贾斯汀兄弟的双飞，爱你救命，谢谢。 哇，这一轮练少了一个呀！啊，对呀。再有一个。OK。 完美进圈了啊！落地巴扎，完美前期，超模前期，超完美前期，来开车，司机。 去哪儿嘞？看看呗。就下边烂尾楼得了。我操，什么玩意儿？烂尾楼没问题，他们都在大仓呢。大鼻子吗？对呀、啊，干他得了。别来！
这烂尾楼我一打试过无数人，我就打狙去了。他们怎么不敢过来呀？这么怂的？不应该吧，兄弟们？这么怂的？ 空投，但是信号欠炸裂，啥意思？可以呼吸了，兄弟们，先呼吸啊，先呼吸！我操，忘了他没过来，就先呼吸吧。不知道为啥不过来？这里杀，有点。不掉他，空向右边。 死了，差点早说呀，好兄弟，你早说早让你呼吸了。我操，都是五六啊，这。OK， 我们不是圈，倒霉蛋子。拿迷你啊，你先拿迷你。确实。迷你啊。BS我就不要了。 AK 子弹给你了。哎，他们在仓库里面被打倒了一个。嗯。别杀逮捕。哈哈哈。 哎，我们这大仓里边，他先跑过去。好一个，干他，走！杀！复一个。 打在左边了，他打在左边了，我们停右边。但一定要贴这烂尾楼塔。别上去了，别上去了，有大狙。冲冲冲！两个，楼上一个。 冲楼上就行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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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他妈连他队友都骚，谁来了？被爆头了，死了。他连队友都骚，我操，他妈太狠了，兄弟们，受不了他了，受不了他了，他简直是太狠了。 我的老天爷！这俩人必须得干掉，要不我们没有位置。哎呦，是一名敌人，加油！这 A 打 M 有点难打啊，因为我们靠山右边就可以了。 三体甲，下边，他在那个树后边的坡那里，一起打他。大狙，石头后边是个什么？石头后边是 DPS， 嘿嘿嘿。打他干啥呢？别打他了。 不打他，我们要走啊！我从右边走就行了。我们到这边点儿。跑车，我们跑车走。这儿。不用走，就到贴个山山脚下就完了。不开心是吧？来我的，来我这儿，开个屁！走吧。听队长的。精彩刺激的决赛圈来啦，兄弟们！ 这山顶能爬呀，兄弟们！他爬上去了，这。OK。 我们到他的位置可以的。这大鼻屎怎么感觉进大山里头了？没有。他就在石头后那个，很憨的这个。我昨天晚上跟柚子碰到个穿山甲，两个。 牛逼！到这边，兄弟们。我这边雷你不要啊！我靠，怎么这么多？不着急啦。 再临好位置就无敌了，这个点儿。这把必吃鸡不一定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还是要跑下去的，也挺难的。过来一起打，二百六十五，过来，等我看到三。 急杀了，堵不了。他们是圈，我们不是圈，怎么办呢？中头。右边吧。右边烂尾楼，抬不起头。
我就摸三架给你，来来来，你摸。还有7名人，哎呦，他怎么打我了？这，我都被打回去了。 7名敌人不对也是，就待这边反斜就行不？等烂尾楼出来，人数算不明白。打不了他了，烂尾楼猫了，估计猫了好几个。AWM没子弹了，我这边不好弄啊。 拉下来两个，没，他们也不敢打。嘿嘿。还有这一名敌人，这烂尾楼猫了仨，烂尾楼。应该我反正看一个人，三打四打二。上面那四个人。 那上面那四个人都拉的那么开，那指定有点毛病呗。四个人外面没人了，左边四个，右边三个，我们中间两个，兄弟们非常尴尬啊！这个位置出来了一个外围楼，又回去了。<笑>他最起码俩，他之前倒过一次的，估计里边仨。我烟很重，专门带了好多。给我来俩，给我来俩。 有啊，可以大炮！你看，你看，你看，出来了，仨，是不是仨？嗯嗯。还有一个粉衣服没出来。上面补了一个，上面连杀的补一个。 这坡下摸了一个，好，二二二三，全点标点往右边的。 上来，别动，别动，别动！你能待就待，这都在那菠萝树后边呢。给他不知道你的位置。你架着我，敢顶的。已经跑上来两个了，那边有一个了，顶吧。在左边了，在左边左上角了。标点这个位置。 石头一个，你开枪的一个，石头还有一个。三个。哇，他们这个吉利服打懵了。他们这个位置没了。哎哎哎，这个 AK， 这个吉利服，用雷打他。啊，nice。 OK， 直接完成，差几个副队长？八个，八个，八个，8+11等于23杀世界，双人四把竞技模式23杀，我们是冠军，九月圈，二打三打四，全部收入囊中，好吧？下午又走一波，嗯。
兄弟们，刚才有人问了，说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兄弟，你可以来找我换钱啊！兄弟，加屏幕上边微信，我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免费帮你估价啊！想买一些精品库存号的，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先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获得主播这边的专属福利，有可能是加游戏，有可能是皮肤啊！加屏幕上边微信，双人四百经济模式，二十三大世界，帅啊！卖这啥的，兄弟们杀不动啊，有点操啊！哎呀！没喷子，妈的，没喷子，烦！丢弃了我的喷子，遭罪了吧？再来一把注意点，又是泰哥，从哪跌倒从哪爬起，这把必须干他一局。他们怎么打了半天没死人呢？等待飞机的时候，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啊，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啊，兄弟们，任何人免费领，无条件。还是不能抛弃我的本命枪啊！落地一杀，落地都两杀了，这绝爱圈不得起飞喽？应该是物资比较牛逼吧，现在拿物资吧。把料打满。
没声了，安静起来了吗？我去，给我杀了呀，兄弟们！ 三级啊，拿喷子不？拿不拿喷子嘞？拿喷子吧。上把就是没有喷子，近战近战才出了问题。说实话，近战的话，第一波打那个人的时候太伤了，费了很多血，他导致我后边就没打过。 喷子的话，打人就可以不费血。啊！啾！啊！独狼。 直接拿下落地四杀，兄弟们，那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终于来一把完美前期啦！之前那几把前期啊，一点都不完美，说实话，一杀两杀的。 去开那个固定刷车点，固刷。幺八九七好一点吧。可以的，这个中心点，人比较稀少，非常的适合拿空投。 这车那表盘咋是这样的呢？都不是电动的，看到没？这指针都是那种指针，不符合它的身份啊，应该整一个电子的哈。这车这么快，绝对是现在的车。 来，我们在这儿等空投，满配喷子的，装备已经满配了，枪这方面。 把药打满。
刚刚这个圈人数的话，基本在这边。有没有桥？哎，堵桥去？可以去堵桥啊！我可是堵桥大师，而这应该也能，是这边大桥。我们只能堵这个小桥，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桥比较细哈，应该好扫。为啥不来空投机呢？我操，有人来了！我操，怎么这么多车啊？ 来了！完！哎呀，难扫呀！操啊！妈呀，不堵桥了，要不然丢人。 堵个屁！这真难堵，这桥现在没法玩，扫不着车，本来挺完美的，我就知道有人来，知道吧？奈何这里的枪不太行，堵桥失败，兄弟们。 不过这有进步。 比上次好，上次都不敢开枪，这次咱开枪了，有进步了，可以了。我操！我又回来了，兄弟们。 飞机来了，兄弟们！他没路过，应该路我脸上啊。 你还真扎脸呀！
的？咋的？你炸呀？咋的了？今天晚上一传四，妈的，帅的皮包。这边四个人在我面前临危不乱，好吧，一个一个处理，一个失误人就没了，因为被包夹了。谨慎啊，稳住，慌中带戏。咳咳，真是不错呀，这抢空投多是一件美事啊。这两个包哪去了？那俩包呢？从来车后边，我操，家被偷了。他停对面了，兄弟们。其实刚才我有一瞬间，我打第二个人的时候，其实我的位置是被包夹的，但是呢，我硬跟第二个对了，就是那个术后的那个硬跟他对，然后把他对倒之后，我就安全了。说实话，帅吧？躲雷那玩意儿其实都是小操作了。对面有人啊！对面这个车里边有一个，好像就个独狼。只有一个独狼，而且躲那个房子里边非常猥琐，应该躲在左边房子里边，左边的窗被破了。其实可以摸他，但没啥必要，万一他有俩我就完了。目前已经八杀了，咱可是有人头的人了，不太饥渴了，说句实话。已经不是很饥渴了。有两个人，果然一个房子里边一个。但是他的围墙太高了，他看不到我摸过去，说实话。他看不到我摸过去，还有这么多草。把我侥幸心理是可以摸的，但是算了，没啥必要，兄弟们。其实我还是很想干的。但是怕出现意外情况。我操，平地干拉是吗？没狙啊，只能看着了。我操，最远点还有人在跑毒，看到没？都是烟。包离我们太短了。
我操，我们安全区哎，很好哎，这边两三队。 看他的这个那里边了，看到没？他如果站着不动，我是可以秒他的，给他一枪头。我操，这有狙耶！ 这有八倍，直接现组装一把。女孩子穿的粉嘟嘟的，兄弟们。 一般女孩都傻乎乎的，可以打，有机会把他爆头。哦，歪头，我操！ 贼的，我击倒我就可以干死他。那边还有人，那我击倒他也没啥意义了，我过不去了。对面有人架着。 不要救他吧！你不要干这个傻事，这种傻事吧？为了一个女人有必要吗？别去了，兄弟，你过马路，你只要出这个烟，你必死无疑。 有一对儿算一对儿，全他妈给拆散，兄弟们！跟石头搁这瞄我呢，是吧？对面还有人，这把人有点多呀，我附近。 这又是一对儿啊，俩好像是，我被打了，他们要跑毒啊，兄弟们。
他们还是蛮可怜的，看他们这么可怜，我们就送他上西天啊！不要在这把受苦了。啊！我操！别！ 我操嘞！差一点没，看来这些人真有点牛逼耶！还有6枚地呢，今天俩，原地4个，原来应该是3个。 哎呀，这里边是圈呢，那厕所是不是？那厕所也不是的，进来这2个人啊。 打3了，家人们。哎，不太像啊，右边怎么有人炸炸雷呢？ 假如开个车把他给秒了啊！骗不出来了，这一波非常重要啊！
直接一个跳喷，打开突破口，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决赛圈1v3完成，十胜杀，直接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兄弟们？我们是冠军，这一个跳喷帅不帅？三包烟，无限封烟，打开一个突破口，反败为胜，帅呀！ 关注发送送十个奖品，感谢观看，兄弟们！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微信啊，回复福利两个字，人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用的是加入器，用的是皮肤奖励，兄弟们，加屏幕上边微信回复福利，领取福利吧，既有刺激的精彩的单人四排，也有福利相送啊，我们是冠军，确实刺激，对吧？那一个跳喷，烟中恶鬼。 太帅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啊。 感谢大炮的办卡，为主播人头数加1啊！噔噔噔噔噔，开干了啊！来。 为什么设置200坐着就能完成啊？为啥呀？哦，设置250啊，那没事儿的，直接完成250，兄弟们。不对，这怕不黑色的有点不舒服啊。 黑色的也有点不舒服。
我操！跳出来就没，看也没。 最后一个。OK， 直接完成乙春式，兄弟们，舒服了啊！经典乙春式，一滴血没费，我操！ 失血不费哦，你就这玩意儿呢，谁研究的这么牛逼吗？轻松搞定。哎呀，可是没这把没喷子，兄弟们，操作有点受阻了啊。 没有喷击吗？楼顶好像是。妈的，这里边不还有呢？哦，什么玩意儿呢？是你吗 ？DBS？ 我看到这玩意儿就开心，你说这？ 就在这脑瓜壳子上了，兄弟们！那一瞬间，仿佛人生到达了巅峰哦。这咋办呢，兄弟们？ 楼上的还在楼上，没拿他没办法呀。打两句，我操！来，你过来，你过你就试试。
赶戏吗？我操！啥意向兄弟们？楼上的还在呀？怎么办呀？下来了。 转不过来弯了，哥们儿。OK， 直接拿下P城，落地七杀，完美前期，知道不？ 两个人，不是一队啊、哦！往中心点靠一靠，正好有个假车库，我们去这个假车库吧。这个点应该属于中心点了。 OK， 把料打满，兄弟白玉，这把是非常的有机感啊，兄弟们，刺激的感觉嘎嘎的，雷的话再高多一点。 这笔还来上班，看到没？现在有那个直播中后面有时钟，看到没，兄弟们？以后是铁粉就用这个来辨认啊，兄弟们。对，差一个空投。 差个三级头，来呀、啊，谁来谁起，上面有人 ，B
看这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三级头啊？我们搜一下，有没有三级头？哈哈，你这妈能收到可太羞了。注意点，兄弟们，这圈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照顾我们，现在我们只需要静等空投或者人来就行了。 这把我看过，被一枪爆头，哈哈哈！一枪爆在对面头，对面也停了个车啊，两辆车，一队的，哎，不是一队的，打起来了，看那摩托车会不会受伤来我们这儿啊？ 听到一方树林里嘞，没狙跃。目前打的是大师局啊，战绩可查，兄弟们，可以去查下战绩啊。噔噔噔！我操，他们咋超级空投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冲过去把他们嘎了，你们说嘞？ 来了啊！这是超级空投，我们的普通空投呢？啊，这是我们的普通空投。妈的，抢了！啥事搞个水友赛？你要跟我玩啥？你要打我还是要跟我玩？ 来冲了！看有没有不要命来拿空投啊！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够抓到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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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可以了，可以了，兄弟们，有感觉了！回我们的防区，赶紧退，要不一会儿被人占了。
哎呦，24是没人，对面好像也没人，很好啊，这中心点的两个点都没人，这。大家都在哪儿嘞？ 都搁山上野战的，确实。都在这个塔这边呢，刚才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了，塔那边好多。哦，那个房子还有人，看那个枪口火焰。 啊，这儿没地震，位置站的太好了，我操，没人敢来，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闹的，来了，我操，都要炸了这个车。 我操！你往我车里坐啥意思啊？啊？咋个事儿？咋个事儿？我操！你往我车里坐，你他妈以为我看不着你呀？啊？我堵着门呢，我跟你讲，我就为的就是堵着这个门，你知道吧？就不让别人进去。我操！你坐车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啊？ 干！这就完成一冲啊，完成九杀，什么玩意儿一直响啊？不行啊，这东西一直响，我听着我难受啊，我。 啊，一会儿我们要冲到那个加测库啊，兄弟们，看这个圈形来看。我操，这队也有点奇特，妈停在这儿，这能行吗？这停这位置？ 死坑都能带人呢！哈哈哈哈哈！一人双杀，拿下双杀，我就说不行吧，我就说不行吧。我那个坑，我他妈从来没见过有人去过，你说这玩意儿呢？ 我就说不行吧，那里边一雷双响了，他就是这边打超级恐龙的那队，知道不？一会儿我说的加速库应该没问题啊，加油加油！ 不对，这树怎么一直在闪呢？哈哈哈哈，我操！这圈咱们，哎，但你别说啊，他那位置我们现在可以去，这也去不了，会被山上架的。这山的位置好，我们可以去这右边山上。 这有人呢，那就不好去了。
哥们直接一步到位了，本来想去甲壳库的，妈有同行那边，有人杀了。还有8米地的，加油！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打个公屏上面，粮食，有人，这是有人吗？让我听听咋个事儿。 还有6米地的了，那边又杀了俩，很好。原点上那边烟里边有俩。 这甲胄还有一个，对面有一个，我看啊，1、2、3、4，还有2，不知道为毒死了一个，8料打满，我看你们抽到几个人，2、3个人，2、3个，3打1是吧？ 哎，直接打进去，让他没法防守，知道不？让他们干！我操，这必须是有问题吧？ 这必有问题吧？这画质也太清晰了，那必须的。咱们直播间，我跟你讲。 要跑毒了，没时间跟他胡闹了，兄弟们。他那边比我先进毒啊！哇，直接就秒掉了，这还有4面地的，别打野，别呼吸。 1打3打1，对吧？这他妈去哪儿啊？这没我们待的地方啊！这咋办呀？ 就在这儿得了，他们2个房子嘛，一个那个小房，一个甲壳库，别眨眼，别呼吸，兄弟们。好，甲壳库要跑到那个，为什么是2打2的？咱也不知道。
下圈他们必将干起来啊！房顶有一个吉利符，看到没？房顶上有一个，我天！ 这跟我没啥关系，我属于啥呢？咱属于看的。耶。OK， 直接秒掉两个。 还有两个敌人，1v2，兄弟们啊！哎，他一会儿肯绝对要爆这个大树，我一抛雷，这个往上抛雷绝对好抛，我这个车还能跑住啊！梅花座来啦！ 还想丢东西，直接拉到树后，两喷带走他。我们是什么玩意儿？轻松拿下单人四排进阶模式15杀世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小六走一波，挑战200杀，可以挑战100杀。 加30啊！哦，看完精彩操作的通知，回答一下粉丝的问题。刚才有粉丝问，主播怎么样才能提高游戏内的帧数呀？看你的画质这么清晰，兄弟，你加屏幕下边微信也可以帮你提高帧数啊！放大脚步，同款画质滤镜，优化网络，可以增加20时的帧数。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啊！ 全网最专业的调试电脑，好了，回答兄弟们的问题了。我们是冠军。 村长，村城霸主。哦。 スペナル試したんだ。2つの絵柄の愛を抱こう。今雨の海で歌ってたんだ。ロゼットでまた今日は一人で待つんならこんなもんか。悪のさ、悪のさ、こって。求めずつける価値、価値、価値、積もる秒針。もっと待ってこう。深くなる。
dish my attention cause cuz money not in on the door to the sun the door me the color me the cash kill my the body mass it's so kid and a good night Yellow, yellow橙子准备报东北师范研一，行，挺好的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把必须吃鸡了啊！站住不移动，捡个甲，橙子明天工作室招人嘛，管饭就行，那肯定不要你，你这也太没追求了，管饭就行啊，那你肯定老划水了，咱们年轻人上班干活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追求，管饭就行，一看你这个人呐、啊就不能干，知道吧？你要是管饭的话，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我这小区门口当个保安就行了。还能剩点儿。我靠！这家晚上一传四，橙子明年工作室招人吗？年薪不过百万就行。这种也不行，这种他妈太能吹牛逼，不行，太能吹牛。出钱来的更不行了。人家都是来赚钱，你出钱来，万事反常必有端倪，说明你要嘎我腰子，知道吧？不能来。
说实话，来我这儿你得托关系来，你知道吧？那可不是谁都招的，你得托关系来，知道吧？得走后门，谁能走后门呢？啊，谁能走后门呢？只招小雏菊，老雏菊就算了。真的北风老，知道吧？老一点的就算了。我们可能是00后。今天早点来啊，兄弟们！早上10点就来。早上10点开播。这不是飞关那个地方吗？对，那个碟片都早已经让我给删了。我操！我怎么老到这儿老跑啊？每次到这儿都翻车跑路，什么情况？福利在游戏里边怎么领取？你加屏幕上边微信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哦，终于有车了！我操，没车真 low。啊，有喜鹊是吧？去后边这个烂尾楼就行了。
来飞机了，追个三级套。这时候还有蚊子的，在哪儿呢？火炉吗？他隔壁的绝对不会。OK,AOD 狗都不要。回去我的家还在，然后要被偷家了。我电脑多少钱？猜一猜，兄弟们，猜一猜我电脑多少钱？给你们个提示，3090。猜猜我的一套多少 money？ 6.5，9.98哟。你知道我的机箱优惠多少钱吗？兄弟们，我先给你们说一下我机箱的优惠啊，就是说，那商家往这边优的费用，好像要将近500块钱优惠都要将近500块钱。反正上去后头啊，算了，我有空投了，算了呗。好像是30斤、40斤、50斤，忘了，很沉。都没法7天物流退货。打这把跑了啊，兄弟们啊，理解。电脑3万块钱，3万多块钱。主要这也是直播工具饭碗，平常自己肯定没有那么多钱。干嘛的？这个锁我的，锁命的。
哦，一直有没事的。